约嘛，今天要带大家来逛街咯。这次的主题就是多巴胺穿搭， Let's go。 第一家店，多巴胺穿搭呢，就是因为多巴胺就是大脑会释放出的快乐物质，鲜艳的色彩就会可以释放多巴胺，让世界变得更快乐。这家店名叫团团，然后它是一家选物店。一进门我看到这件衣服，我觉得很适合参加婚礼的时候可以穿，然后约会也可以穿，就是多巴胺的一个穿搭，因为它是饱和色系。 OK， 转过来，我刚马上看到了一个这个我觉得超级漂亮，我觉得它就是 Barbie 的多巴胺，然后有钻。团团好像蛮久没买了，那基本上就是你能想到的什么衣服啊配件都在那边买过。他们的饰品有很多多巴胺，你看它这个戒指，我觉得戒指也是一个搭配非常重要的一系列的配件。你看它这个有绿色的、黄色的、白色的，然后还有这种很可爱的耳环。我刚刚有看到一件外套，这个超级多巴胺就是这个是街头多巴胺，然后是 orange 橘 ，Gemma 橘。如果一整家店你让我选一个我最想要穿的衣服，应该是这个，符合就是无聊的黑白灰之外呢，它还有多巴胺，然后还有浮夸的元素，出去就会变成焦点，我选它。来到第二家我喜欢逛的店，这家店呢叫做 Artifact， 然后呢我觉得它非常符合多巴胺的主题，它跟上一家店比较不一样，它比较多艺术的东西跟很多很好看品牌的衣服。那有个共通点呢，就是他们都是选物店，你可以选择各种颜色各种大小的招财猫，这也非常符合那个多巴胺主题。然后刚刚有说到这边有很多艺术品，你看超可爱的，这个也太像我了吧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，最喜欢三个眼睛的东西了，像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吧，很难得看到招财猫这么多巴胺的穿搭，地毯可以先列入考量。我觉得这家店比较适合我选的是一些家饰，因为我准备要搬新家了，所以我会先选择这个粉红色的小熊软糖灯，先选的。我想选这个跟这个好了，香蕉的这个花盆。好，我就选择这三样：香蕉花瓶、跟小熊软糖的灯，还有刚刚那套地毯。OK。结账咯，多巴胺的那个穿搭不一定只有可以穿搭，我觉得在家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，只要眼睛看到都要是多巴胺的感觉，这样心情才会快乐会开心。这里是 Pazzo， 大家应该都蛮知道的，因为它就是网络起家的一个品牌，然后现在他们就有自己的旗舰店，如果你平常赶着要买衣服的话可以直接来这里买，就不必等。现在最流行的就是韩式拍贴机，所以我要进去拍一下，选择我要选这个。哇，很 Q 你看长这样，然后这边是一整栋的，一楼是 Pazzo， 然后二楼是那个不然。我特别特别喜欢穿新衣服，我是一直在买，随时随地都有新衣服的人。我们要到了新的一家店，它也是一个选物店。那里面基本上这个品牌的衣服我本身也是会购入的衣服。为什么想要介绍这家店，是因为它有各个颜色的 bra top， 它有运动款的，然后有细肩带款的，有蕾丝的，然后有可以运动的。这一面呢就是他们的运动服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女生的内里，比如说它的平口小可爱，什么颜色都有。
然后你看他们的裤子就是很蛮多巴胺的颜色，就是比较让运动变得比较不那么无聊。这边呢就开始有一些比较不同的颜色，黄色，然后粉红色、淡粉红色跟这种编织的。好，我刚刚马上就先选了它，然后我想要配一个，我想配这个针织配上桃子裤，我选它。结账咯。好哦，我今天逛完很多店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多巴胺穿搭。穿搭之外呢，饰品还有家饰配件都有，然后也很谢谢这次 Vogue 带我来逛街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